邓紫棋举行开票仪式，宣告巡回演唱会台北站将在3月份开唱。去年邓紫棋来台宣传电影，碰巧遇上前男友林宥嘉结婚，这次来台宣传演唱会，又碰上林宥嘉前一日才宣布老婆丁文琪怀孕，接连喜事让邓紫棋笑着回答：“林宥嘉宣布了好消息。”嗯，我其实想祝福他们三年抱两，对，加油加油，三年抱两个，对，他体力那么好。应该很年轻吧，还是很年轻的，他们都。那我觉得，如果希望给他们带来好消息，我应该多来台湾宣传。是每来一次，他们就有好消息，是来一次。对。近来和造型师男友多次甜蜜约会，也经常在社群媒体贴图放闪。面对感情问题，邓紫棋也大方回应。我已经想了好多年了，我18岁的时候就是想说25岁结婚，结果我现在已经26了，所以我就不要再继续想，想来想去都没结成。所以有给自己设定一个期限吗？其实我以前设定25之前，我另外一个目标是22，这个目标已经一再往后，所以现在不敢想象。对，这个人生大事呢，我是本来在不会考虑结婚，就是我没有办法想象我能跟这个人